三年级学习出来，在今年初的时候，在中学里面，在父母的鼓励下，也根据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就在了解一个的程序的当中，一个在自己家的系统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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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系统，正海派那另外有三个家人在这里，因为海山有海派的特色，他们三个家人都是在这边，一件事情的家庭贡献的一些东西，这个是说的话呢，到时候他们在这里面有他们的贡献，还有快速到处去一要快速。都有个特别的特别的拿过来，所以这些我们的家里的造成的安全等等这些东西有关系。